干杯！今天是今天是 Andrew 跟 Ellie 的欢送会。Ellie 在哪里？Ellie 已经在后面了。嗨。Ellie 在这里，这是第二位主角。Hello， 毕业快乐！你也是主角之一的哟。大哥是专业烤肉哥。在吵。那不饿死啊？真的超专业的，大家看一下你的脸，英俊的脸。不知道最近不好。这烤肉超美的。摄影师的朋友，要求帮他的女生修美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他脸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我家就有钱。干杯！跟我一千订阅的时候，好啦，你一千订阅，这样可以送我十粉哦。一千纯粉哦，嗯，不能买哦，纯粉哦，对，我考虑赞助你。他说我一千订阅的时候，纯粉哦，他要买 GoPro， 不能买哦，你怎么 GoPro？ 我考虑赞助你，赞助你什么？我再想想。有，帮我按摩，拜托，帮我按摩。他说，你在干嘛？好，开始干一下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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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OK, yeah, yeah, yeah.赚大钱，身体健康，顺利毕业。烂烟花。OK。哇！等一下，不是我多跟着你吹。你可以上台吹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来。再一次，快点啦！还有两。完了，这烟花不会实现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用力！周星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很棒，超级赞。你觉得愿望会实现吗？这个吗？我希望会实现。好看。一个游戏叫做满天星，里面叫做五十个骰子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喊到这个，就可能我喊到三，然后就要把三拿起来。那如果我没有我喊到三，里面没有三的话，那我就要喝酒。二，好，有了，一个，四，一个也是有，好，那猜好了，一个没有酒，我在那边，好。五个啊？五个三啊？你是在整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是五个。你是在搞我很久？没有，这些都是命的。三。多久？没有三。你要不要刚好刚好？但是都现在剩的，抓一点甩不到。有了，这几率有问题。剩两颗。来，寿星，快点，寿星！来，然后我要喊一。好，飘起来了，喝两口。
睡觉。明普我要睡觉了。这个谁？有人直接死了。直接不倒了吗？搞啊！不倒。我今天比较强。两个方的。再强，再强。哇！生日餐，今天是五月寿星趴，然后这一位是五月十一，他其实就是今天生日，然后我是五月十七，但是大家就一起吃饭，因为他们要回台湾了。真的吗？寿星好。有，今天生日。好吃吗？好夸张！生日快乐！这里面全都是他送的，然后超重，不知道是送什么东西。这里我回去要开，因为他一直说现在不可以开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要请我吃饭。鸡肉跟 pasta， 赞！这位的，他用的饼干给我们的，去吃可丽露。我想吃可丽露，我没吃过可丽露。而且他昨天突然在那边密我说，你知道哪里有卖可丽露吗？结果就在后面。这是思慕想讲，这一期有人朝思暮想。但是我是一个爱钱的女生。这里有一个好笑的人，就是录音要送我礼物，他坚持我要回家才能开，所以我现在就一到家就马上开箱。然后他这里有他写的，跟这里面包超人的伙伴。然后我要来开箱了。这里是千层肉，然后还有这里超多超夸张，我以为这里是狗猫的卡片，他觉得我很干净。哎，这是红色滤镜，然后超多的像面膜，还有这里它是精华液，超级多，还有这个。哎，这是那个杏仁酸的防腐精华，还有这里，洗头发的洗发精，这里，谢谢，赞，眼睛掉下来，我有送我超多哎，有种明星感觉。那看一下，可爱。
John give me a birthday present here? Thank you.